赵琳更新微博发文，我的爱是成为更好的自己，你呢？还比了一个爱心，下面配图是在埃菲尔铁塔下面拍摄的。大家都知道埃菲尔铁塔代表爱情，这疑似是在回应与冯绍峰的恋情。前不久被狗仔拍到两人穿情侣服现身同一家酒店，而且举止亲密，后又被拍摄到冯绍峰亲自接赵琳回自己家中共度一夜，第二天清晨才在助理窥探下小心翼翼的离开，这无疑是在一起的节奏。而且被问及此事，冯绍峰选择微笑默认，回了八个字，她是个很好的女孩。赵琳虽然没有回应，但是微博上种种迹象明显。而且前不久赵丽颖秒删微博中可以看出，赵丽颖下面是个男人，赵丽颖更是亲密的用脚勾住了男子的后背。有网友猜测这背影像是冯绍峰，但小编着实看不出来，网友们的眼力真是神了。这名男子是谁就不得而知了，如果颖宝真的想要谈恋爱，粉丝们还是很支持的，毕竟你也已经30岁了，是要追求自己的幸福了。但是如果是冯绍峰，估计你们的粉丝会强烈反对吧。不过最终选择权还是在于你自己，如果你认为他就是你想要的那个他，我们还是等一下，这边当中再看一下，那家下面，那家左边，这边这里，那这边，那家右边，那家中间，那家左边，左边，那家这边，大家看一下，谢谢。我当中再来一下，那家左边，这边，上麦，当中这里再看一下。